各位网友，我现在路上，突然被一个不知道是什么样的，应该是国安的人，国家安全局的人开着不是警车的车，在追我。然后我现在没法直播，我只能拍一个这样的视频。我现在上传上去，我现在在武汉，我现在开得很快，现在他们在追我，他们一定是想隔离我，向各位求助。